新闻继续要来关心，为着要来维护着航空团体用餐的卫生品质，江阴市政府卫生局下半年针对着校区内底各种小学营养午餐含团体的午餐来展开第二波的抽检，总计抽检27件，检验着一般食品的卫生标准，包括大肠杆菌，阁有大肠杆菌群，检验的结果全部拢合格，嘛公布伫咧食安在家的网站提供给民众来查询。虽然已经进入秋天，但是最近这一阵子天气又相当炎热，食物容易有微生物来滋生，食品如果被大肠杆菌来污染，虽然无严重致病，却真可能显示着产品卫生状况无好，包括着制定卫生、水质卫生、工作人员个人卫生习惯，阁有实在的处理，对物件的器具包装和运送过程，有可能是受到污染。江阴市政府在日前就针对着各种小学营养午餐，来展开着今年度第二波的抽检，27件抽检的检体检验着大肠杆菌和大肠杆菌群，结果全部符合规定，结果已经公布伫咧食安在家的网站，欢迎民众来查询。经由每冬的抽检、客家辅导、环境卫生客家、都江工业等等，航空团体午餐卫生安全维持伫咧高品质。江阴市政府卫生局嘛，将会持续来把关，保障航空午餐的卫生安全。如果有任何食品卫生的问题，嘛，当向江阴市政府卫生局食品卫生科来查询。最新新闻，张玉平、王小山，江阴市采访报道。